环保局的消毒车沿路喷药消毒，不放过任何小地方。就是因为台中这家木业工厂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全面停工，大门深锁不见人影，这间公司就在偏僻的农田小路内。17日，业者对内发布公告，表示有员工家属确诊新冠肺炎，为此决定提高防疫措施，决定全体60名员工进行自主居家隔离14天，直到3月1日。附近民众听到消息也很讶异。这款的毒，惊毒的哦。对啊，所以大家蛮惊。我拿。跟他拿东西了，他都没有说哪时候上班吗？我不晓得嘞，不知道。哦，那你要来做什么？没有来了解系统家具啊，暂时不会，就自我，他们应该要自我隔离啊。一口气停止烧单，也不出货，面对询问，业者始终不回应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。目前环保局已经完成周边消毒，这也是全国首例因为疫情冲击导致公司停工，全体员工被迫居家隔离的案例。欢迎新闻洪世成、李佳瑜台中报道。